Hello，我到机场了，待会儿再告诉大家今天去干嘛。可能因为是要转机，而且是出国国际的，所以不能自己来 check in， 所以要到这边。现在是3点多，快4点了。今天是2点多起床，然后3点10分搭上那个 Uber， 然后到机场。今天是要去转机纽约，然后再到多米尼克。刚刚过了安检，刚才那个我的那个防晒霜太大了，过不去，所以只能放弃。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靠墙的地方坐着，然后旁边有个人直接就躺倒了，舒服。因为还是比较起得太早了嘛，有点困，想在这边休息一下。还有6分钟就要登机了。这次去多米尼克呢，洛杉矶没有直飞的，所以要飞特别长时间，要转机，所以我要先从洛杉矶飞到纽约，5个小时20几分钟吧，5个半小时了，然后在那边要停2个多小时，然后从那边再飞3个多小时。哦，好像那边停不止2、3个小时，好像是更长时间，所以整个旅程的话就是10多个小时，14、15个小时我记得。我要在纽约停留5个小时，哎呦，然后大概是半夜的12点半才到那个名字 Santo Domingo， 早上6点到晚上6点是12个小时，然后在6点再到那个又6个小时，哇，18个小时吗？不会吧，我有没有算错？多米尼克跟洛杉矶有4个小时的时差，所以的话应该是14个半小时整个旅程。都相当于飞到了亚洲。好的，我要过去排队
现在是2:30，我还要待到7:30，5个小时。所以我现在要出去，然后再领登机牌，再重新安检进来，然后进来之后找个地方坐着慢慢等。来加州不吃那个 In-N-Out 也是很可惜的啊，今天早上起来一直也没怎么吃东西，赶紧来一个 Double 两个人。这个机场不远就有两家，另外一家比排得更长，后来我还是跑回来到这家店来买。有点像那个 In-N-Out， 但是我觉得味道没有 In-N-Out 的好。吃完之后我要出去，等于重新来到这个 departure， 重新登机啊，然后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洛杉矶的时候已经给了我那个第二层的那个登机牌，但是这边又要求我要做那个 e-ticket 的登记，在那边在洛杉矶的时候没有问我要。谁要去那个多米尼克的话啊，那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在那个自助那里好像是不行的，你得去那个人工那里。我刚才是去了那边，是一排全是，去多米尼克的一个办登机牌的。然后他告诉我要去做这个 e-ticket。那如果你也是去那里的话，那你就提前可以，进来的时候就他这个排队前的话有个牌有个那个扣，你就可以去做这个 e-ticket， 就去回答他的问题。你要手上有所有的你这个去和回来的这个机票信息和那个住宿的信息。在我们登机的时间是6:40，我2:30到 JFK， 下一班的飞机是7:30，有5个小时，感觉很久，就去吃了个 Shake Shack， 吃完之后再出去，再进来拿登机牌，再进来填表，有点麻烦，要做一个电子的 e-ticket， 填一些你住在哪里啊。做什么，什么航班去，什么航班回来，去那里会不会中转去别的地方啊，一堆问题弄完之后又回到这了。回到这的话现在已经就马上快5点，登机的时间是6:40吧，6:40，所以就还有一个半小时。然后比较有趣的就是整个美国这边的就是出入安检啊，这些人都是就跟你平时见到美国的这种工作人员差不多，都比较还比较友善，比较热情。但是这个多米尼克航空，就是我们航空公司是那个 Delta 的，但是那个办理专门去多米尼克的这个在纽约机场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话，那他的态度，他们几个的态度明显就不一样，就是那种也没有笑容，也比较就是。跟你反正比较严肃，然后好像没有那么热情。